全新奖励计划让你赚取更多。Lifestyle Reward Program 是附加于现有的爱康环球奖励计划，在帮助他人建立并扎根在一个可持续发展事业的同时，还能赚取额外的奖励。LRP 是一项为期6个月的奖励计划，在活动结束时，公司将对合格的参加者给予100%的现金奖励。合格者除了能够赚取 LRP 的奖励积分，还能够根据个人保健组织所产生的销售业绩来获得有关的奖励。爱康环球包括马来西亚、汶莱、新加坡和其他的电商国家，将拨出一笔资金用作于奖励此活动的合格者。每名合格者所获得的奖励金额将根据其所获得的总奖励积分而定。那么 LRP 是怎么运作的呢？首先，你必须先获取参赛资格，再来收集并累积 LRP 积分，最后从 LRP 积分中获得奖励。要如何开始呢？首先，你必须连续6个月签购至少30BV 的 Auto Maintenance、Auto Ship 或者是 EK Smart。再来保荐3名直属下线，并将他们安置在你的共同线上，而且必须和你一样符合步骤一的条件，就这么简单。要如何赚取 LRP 积分呢？在每一层或者每一世代都可以让你赚取高达5层奖励，以及10%的销售业绩。只需在 Auto Maintenance、EK Smart 或者是 Auto Ship 之中选择其一，就能够开始你的 LRP 奖励之旅。Auto Ship 是一项高效省心的送货服务，你只需要签购心仪的产品，其余的就交给我们吧。成就事业的巅峰，传授可持续发展的业务，创造最高的月销售量，持续成长并赚取更多，通过爱康环球业务获得更多的回报，赚取奖励，活出梦想，尽在 LRP。